一氨酚哼，不是所有的关节炎都能用氨基葡萄糖胶囊，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。那什么是骨性关节炎呢？骨性关节炎是一种退行性病变，是由于年龄增大、肥胖、劳损、创伤等引起的关节软骨退化损伤，关节边缘和软骨下骨反应性增生，又称骨关节病、退行性关节炎、肥大性关节炎等。临床表现为缓慢发展的关节疼痛、压痛、僵硬、关节肿胀、活动受限和关节畸形等。所以不是所有的关节炎都叫骨性关节炎，都能用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。阅读后记得点右上角的关注，关注我哦，与医生为聊，健康与你随行。我是关国章医生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